大家好，朋友们，给您请安了。2021年11月28号，礼拜日啊，十一月还有两天，加上今天还有三天啊，然后这一年就只有一个月了啊。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，这个2021年10月6号，云南省河口县，河口县就跟越南接壤啊。桥头乡130疫情防控卡点执勤人员啊，他还是执勤的啊，叫王宝龙，引带一名越南籍三非人员。三非肯定就是缺文件、缺手续是吧？缺身份啊。三非人员遇偷渡出境时，要从中国出境，可能回越南啊，被河口县公安局民警查获，后经公安机关核实，王宝龙触犯了法律法规。现根据河口县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帮助组织指引带路运送、参与、雇佣、窝藏、包庇、纵容，好家伙，这罪名不少啊！偷渡人员采取10个疑虑，这个疑虑一二的一，法律的律啊，疑虑啊，惩戒措施的通告第18号之规定，对王宝龙实施惩戒，现通告如下惩戒措施：一，对王宝龙引带越南籍三非人员的偷渡行为，依法从严、从重、从快查处，就要办他啊！这要杀鸡害猴啊，是吧？这要引起一个寒蝉效应。第二，在桥头乡博竹京啊，这个村委会，他们是那个村叫博竹京啊，粘贴王宝龙违法通告，在我县河口县啊，那可能属于红河州，可能红河壮族自治州，可能是啊，在啊违法通告，粘贴王宝龙的违法通告，在我县的电视台以及自贸时代看河口微信公众号、国门，它是边界吗？国门融媒、抖音号等官方媒体进行公示曝光。三，对王宝龙及其直系亲属，你看了吗？这就是连坐啊，株连九族。王宝龙他一人做事一人当啊，你干嘛要株连家属呢？不行。对王宝龙及其直系亲属，在入团啊，你上学的时候入团、入党，18岁以后参军当兵啊，考录公务员，你想当公务员啊，还有考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就业等咨询调查时啊，函询调查时，信函的函，从严把关，原则上不予通过，啊，他们家人全倒霉了啊。不过呢，考公务员都是后门，好多都是后门。我那哥们儿在北京考海淀区那个什么，海淀区工商局，前些年笔试第一名啊，后来让人刷下来了，后来考居委会还掏了50000，是吧？哪个办事处我就不说了，是吧？别给我那哥们儿惹事儿。第四，对王宝龙及其直系亲属一律取消抵边补助，抵边就是在边防线上、国境线上，抵边补助、集体经济收益分配。哦，你看集体经济收益，咱们这村挣了钱了啊，500个人一人一份，没有了。其实这种措施都是非法的，都是非法的啊。不过中国有真正的法律吗？对不对？
还有及林业、农业等政策性优惠补贴补助，农业、林业的什么什么都没有了，不得为其本人及直系亲属办理新宅基地及申报新建住房。说我这孩子大了，结婚了，盖个房吧，这都得村里批。其实，是吧？土地应该是私有的，土地不能公有，权利不能私有。现在中国是土地是公有，权利实际上是官员私有，就和正常国家中国都是拧着的啊。很多年前有人跟我说过，说中国就用俩字儿来形容跟世界上文明国家，甚至是世界绝大部分国家，不一定是文明国家，中国俩字儿叫拧巴，拧巴啊。第五，你看连那村都给连累了，对王宝龙所在的桥头乡博竹京村村委会取消今年向上，中国哈老师说向上上面啊官儿啊官大官小上级下级啊，老是这些词儿，取消今年向上申请项目资金啊财政奖补奖励补助，取消今年各项评选资格。第六，对王宝龙的银行账户网银一律冻结。哇，你这不让他活了，他的银行账户也没有了，他还怎么生活呀？他不交水电费吗？啊，是吧？各种的费用他怎么交？你这不是让他社死吗？社会性死亡吗？还有手机通讯、宽带网络等业务一律关停。那你一律关停，手机也没有了，那他跟家里人要不要联系？他万一出点意外要不要求助？他上不上医院？打不打110、120？不管，爱死不死，爱活不活，这不是法西斯吗？这不是灭绝人性吗？这不是反人类吗？第七，限制王宝龙乘坐动车、飞机和住高档宾馆、子女就读私立学校等高消费行为，暂停王宝龙及其直系亲属，还得连累他家里人啊，办理公司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。你连办公司也不行，那我，你既然不让我考公务员，不让我入党，是吧？不让我去事业单位啊，我自己开个公司也不行。那你活活你直接弄死我得了，你直接把我砍了，是吧？把我脑袋瓜子砍下来，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，是吧？真是臭流氓啊，欺负人到家了啊。然后不让办营业执照，已办理的营业执照，已办理的营业执照啊，按规定啊，这个乌龟的屁股规定，王八的屁股规定，按规定还要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啊。你要有营业执照也不让你好好干。第八，还没收王宝龙涉案的财物，他有什么财物我不清楚，还要扣押其驾驶证、行车证、营运许可证啊，你连开车也不行了，还得是吧。这个我不是编的啊，这都有文字啊，这都有文字，千年的文字会说话。哎呀，我只能说很幸运啊，我离开中国大陆了，是吧？离开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太可怕了，这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啊，不但把他九族都株连了，连他那村都给株连了。哎呀，可怕可怕，太可怕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倒退啊。